边应该人还挺多的呀。前面这边接波接波，我看到了，看到。接波接波，挂断接波。他跑不了了，我现在告诉他，打他。下两个，下两个。来这底下，我很马上。又打一个，灌了一只。我觉得大神。生个吧，先死淘汰了。车打爆了，车爆了，这不升爆，我现在那俩货都死完了。哎，我的六倍镜呢？六倍在这地下。没事。我不打六倍。你妈这三级甲，好家伙！欢迎各位进直播间，我就不一个个欢迎了，我老累了，欢迎的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欢迎十九啊，我去找车了，我记得哪里还有辆车的，我开车去找了。分马上现在分马上，这会儿在分马上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，不用看到你的，我都不想让人，我就怕那里有人。我再开这个车去找新的车去了。我记得这边有个新车的，我记忆力贼好，我跟你讲。哪里有刹车点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那我在这拍一会儿。有车咬我了，有车咬我，准备。哎，他没追我吗？他打我不追我，他没追我，一辆白车，来上车。真你妈奇怪哦！我加油了。刚刚左边应该还有人在扫我的，哎呦，我在看左边的人去。看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哪里？啊，看到了！你他妈打我！那你打我了！有叫你他妈的！叫你他妈！叫你他妈前面！哎，右边白车！哎，1分30多秒，我知道1分30多秒够了。下两个，对，下。楼上还有是吧？走，我俩干嘛？走，直接上，不用卡点，不用卡，不要卡到楼梯，像这种楼梯直接上就行了，他们是自己人啊，吓死了！那还有一个人吗？像这种楼梯不要卡，你一卡队友也会被你卡死的。走吧，直接开车走，他们车应该还是好的。那先下场的骨灰，先队友送的五粮啊！谢谢各位送的五粮。我先打个饮料，不着急了。加油，我加油了。加吧，没关系。我说他们怎么不咬我，都不是满编的。哎，那前五不是满编。别着急，我是高坡，我肯定跟他拉平坡去找他。好，可以找了。
跟我比开车。还有人是吧？还有人，还有人，马上还有人，后面趴着有的。可以了吗？没了。